直播主小喵的粉丝每个月不断往上攀升，但是一般的网络流量已无法负荷粉丝抖内与零时差的互动。由于粉丝们都必须透过小喵的伺服器才可以下载到流量，但流量不够以至于粉丝 A 观看直播有画面延迟的问题，粉丝 B 则是画面 lag。 而 SpiderWeb 的 CDN 服务可以有效解决小喵的流量问题。 CDN 搭配数以万计的 SDN 节点遍及世界各地，只要粉丝 A 与粉丝 B 的流量需求被距离最近的 SDN 侦测到，便会从该 SDN 开始下载资料，以节省与其他粉丝去抢小喵伺服器的流量，让粉丝零时差的与小喵互动。